这也是心灵的提升啊、哦！日常生活中一直提醒自己，知要深呼吸，意志要深呼吸。然、哦、后也可以叫小孩子啊，哦，真的。然、哦、后回想我们以前哦，真的生活很匆忙，每天赶赶赶，那个呼吸很浅的，到胸腔那种，啊、很浅，所以对身体也不好，然、哦、后对于头脑也不好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养成哦，大家勉励啊。看到，哎，你深呼吸了没有啊？不要忘记深呼吸。好、哦、，OK。啊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啊。哦，感恩导师，感恩天地，然后今天又是我们相聚在一起，麻婆天地文化中心圆满人生精英会，来，我们给自己一个热烈的赞叹。赏赐自己的掌声，对不对？赞叹自己，赞叹自己什么呢？这么的精进，啊，这么的有纪律啊，这么精神可嘉啊，每个拜一晚上啊，风尘仆仆，风雨不改，我们都要来这边啊，共聚一堂，共振啊天地爱的能量。然后谁有进步，谁有喜事啊等等，我们一起来共振他们好的能量，所以就是一个赞叹，然后也赏识自己，哇，自己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越来越棒？有。不够大声呢？有。那越来越棒，然后越来越美好。我们不要害怕啊，就是说称赞自己，看重自己。因为今天早上我抽到的卡是看重自己啊。通常我们都好像觉得哇，因为我们东方人都是比较谦虚的嘛，哎呀我不好啦，我什么啦这些啊，所以就是那种能量场的聚集哦，我们就没有聚集到很好的正能量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心念一改，我每天就赏识自己，赞叹自己啊，就我们就聚集好的能量场。啊，就是，所以不要害羞啊，也当然也不是说自夸啦，因为这个是我们要激励自己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知道好的心念、好的语言啊，会聚集正面好的能量场。啊、所以不要一直讲哦，自己啊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不好啦，什么的这些。哦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学习了超级生命密码，那我们知道一切都是能量场的作用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自己，啊，我们每次讲哦，要去祝福别人，要去赞叹别人，要去学习别人的好，是吗？这样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自己哦，哦，要赞叹自己，要多多祝福自己啊，因为到底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吗？啊，我每个人都是宇宙的孩子，而且是独一无二，有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的故事，我们来到这个地球的功课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样？也没有啊，没有人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有自己的那个生命故事啊，我们所走的路啊都不同，所以我们都是最棒的。我就以这个来作为开场白。然后今天哦，请问有谁要自愿分享的吗？那我们就请那些啊，新粉来啊。啊，新粉惊喜连连哦。来，再一次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要分享一下，因为已经三个月了，四月头我一月一号进来又再回来，然后那天不是有上网络老师的课程吗？那个星期三晚上，哦对对对，然后老师就讲到网络共修，网络共修对。现在就自己再回头看一下自己这三个月有没有改变，我有改变吗？有。然后就是老师所讲的，自己决定那个速度，然后还有自己要而不要，要不要改变。
步一脚印，就要问自己走了几步，那一步是怎样去走。然后就我就是要讲的，就是老师讲的，我们就是要去提，然后我们就是要去做，我们就要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你要乖乖的去做，乖乖的去提，要改自己，改变不好的东西。其实在毕业的时候，我不是有分享讲说啊，有一份账给我做啊，然后在一个礼拜后，包括我又在问那个讲不一样，可能我们的功课做的不够多，不够好，所以我们的能量场没有来帮助我们。但是昨天啊，我又接回了那一份账，所以我很感恩，真的很感恩。所以就是老师讲了，你要做就对了，你就是要努力的去学习去改变。然后还有的就是，再来就是夫妻的沟通真的很重要。因为我跟我先生真的是因为我们有心事有讲出来，然后你讲的口气就是要有那种不要硬碰硬的那种口气来跟对方讲话。所以之前我跟先生讲的东西，他事情啊还是想法，我老公都不会同认同啊，多数都不会认同。昨天他就有认同我的东西，他提出来讲说啊，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子做，所以我也是很感恩。然后就是配合啦，然后一切的东西他会给我知道的，他也愿意要跟我讲，而且那样东西是我很想知道的，他不要跟我讲。但是现在可能因为都有改变啦，是啊，所以老师也是讲哦，我们要讲出来，要沟通，然后那个语气都很重要啊。你硬碰硬，真的是得不到东西。好，就是这样，很感恩。哇，好棒哦，是我们分享。然后首先要恭喜喽，对吗？然后失而复得的那份礼物，然后刚刚进来一份新的探工，没有拿到。是修辞练了三个月，然后就拿到了，所以证明了就是要提升能量啊，然后提升能量场，然后就会不求自得，然后再下来就是智慧提升，然后所以和先生的相处都比较融洽，先生也比较能够会听你的话，因为你现在是有智慧嘛，也是有悟，而不像以前可能就是咄咄逼人啊，然后可能也比较凶啊，可能言之无物，他认为你讲的话没有内容，所以有事情也不想跟你商量，所以这些都是啊超马的那种魅力啦，是吗？就是说师父有做功课，然后弟子规啊心得啊都有在做啊，还有心法啊外功内功。感恩师尊，我现在看到一个美女哦，真的好美哦，是啊，改头换面，那个是改朝换代，还是改头换面？大家有看到她吗？新的造型啊，这个好看哦，很美很美。我稍微补充一下，还有就是因为昨天。要补充一下，就是昨天我的孩子他回来了，放工回来满夜了11点多，然后他又突然间开门出去，我女儿就讲妈咪我不用出去，然后我先生就很紧张啊，拿着电话就要打给他，你知道因为以前我还想我们一定是你要去你做这样子，然后我讲你不要打我打，然后我就讲 Hello 你做梦梦游啊，你梦游就跑出去啊，他就在那边笑，没有，只是跟朋友出去买一些东西，然后就跟他讲，哦，这样好，我以为你睡到一半梦游跑出去，所以我们的口气啦，要不然真的是那一通电话，可能孩子又会生气哦，所以我们用那种婉转，然后我女儿就讲我先生，是吗？如果是你讲，一定是你要去，你做
慕你这样子，啊，然后妈咪讲的口气又不一样了，所以很感恩啊，学习真的要学习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要学习，能量场一提升智慧来哦。所以跟孩子的对话都不一样，像本来是以前一定是责备的，我一定是骂的那种方式，然后现在转开玩笑哎，啊，其实开玩笑的那种方式来跟孩子对话是非常有智慧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孩子也感受不到你要责备的那种味道，他反而能够欣然的接受，不过也要趁机会教育啦，啊，要机会教育啦哦哦。也不是说我们啊要唠叨你啦，只是我们比较爱你嘛，啊爱你，所以就是说，因为时间也太夜了啊，如果是白天，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么啊，这个解释一下，所以就可能更加啊，以后出去呢就会比较大，哦，就更加用心啊，好，非常的棒，好，大家有学习到吗？啊，如果有那种青少年的孩子啊，都是要一直的学习啦。啊，但是当能量不具足的时候啊，就是啊一出口就不友善，是吗？啊，所以那些没有智慧啊，来，还有谁要分享的吗？我们就请比较新的人来分享一下吗？华莹，可以啦。啊？你做感恩吗？这些对吗？啊。是吗？有看到吗？啊？这就讲几句喽。来来来啊！是是是啊，因为他也算是比较新的朋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。今天都比较超级生命密码。有时候就是会偶尔要感恩宇宙哦，对，感恩宇宙，然后就是我们想要做什么都会比较顺利啊。大致上是这样，其他我们没什么事。要加油哦。OK， 对吧？哦，只是简单的感恩罢了，真的啦，感恩是很强大的能量。就因为即使是在圣经里面也是有讲的，对吗？哦，你所感恩的，神将会加倍的给你；你没有感恩的，没有珍惜的，他反而会把那个你已经有的就会拿走啊。不管是哪一个宗教都是，哦，当然是会比较顺利。好，加油哦，欢迎！哦，看到大家都哇，进步神速，惊喜连连，然后不要落后。好，哦，啊，不要落后，跟大家一起跑。来，请问还有谁？起立，起立。美玲，美玲啊，一点点啊，我觉得你会有啊。礼拜网络公司我有来听，然后也很感恩我先生一起过来听，是不是？在我的情况呢，是应该是像急救火的，所以我是要来到这个能量场。当然，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呢，我进了超马，也感恩超马家人，然后也感恩一美老师。还有感恩坐旁边的协力小妹，因为我进了超马，我也很努力的在看《弟子规》。之前在我的想法，《弟子规》是给小孩子念的，但是我看得到应该是第七集了，我拼命在看。说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，真的是从小到大到现在的年龄才知道，原来我们做人真的不简单。除了感恩，还要知道怎么做人，还要知道怎么修身修性，就是这样，我学到的就是这样。
希望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，然后我也在学习你们的分享。谢谢大家，感恩。OK， 您好棒哦！他是上一次我们去两个礼拜前哈、哦，我们去把当做那个家庭式的分享会哈、哦，所接引到的有缘人啊。那么就是因为觉得我们的方法非常简单是吗？然后又很有效啊，然后再加上《弟子规》的熏陶，啊，《弟子规》真的是不得了哦，真的好棒，真的。所以你看嘛、啊，市面上啊，普通人呐、啊，就是说你出去外面问一下，每一个人都是讲哦，《弟子规》好，那个是学校啊，小学生哦，小孩子读的啊，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说哦，《弟子规》，弟子嘛，就是我们每个都是弟子啊，不管你是大人小孩，对吗？啊，你如果一个50岁的人，你连基本的做人道理都不懂，这你更要去读《弟子规》啊。啊，所以不一定是说你年龄有你就是很会做人的道理的，不是的，啊，因为真的是也是我们学校教育，然后家庭教育全部都没有教到这一点，啊，没有教到道德教育也是拿来考试的，啊，所以都没有教到说那个做人最基本的原则，啊，因为做人要扮演很多角色，啊，在外面的角色，家里的角色。一个家里的角色就有很多身份，啊，很多身份啊，所以没有人教，让我们也以为父母那一套是对的，对吗？啊，所以就用自以为是的方法喽，来教育我们的孩子，所以就一代传一代，就越来越糟糕。所以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，啊，赶快学习，啊，希望下一代会越来越好，啊，有了爱人感恩的密码。然后有了《弟子规》的那个规范熏陶，然后希望社会，因为我们个人好，家庭好，社会就会好。哦，美玲加油，祝福你越来越好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Hello， 各位晚上好。我加入爱感恩生命密码已经有差不多8个月这样，然后我每天都是爱感恩，每天都感恩自己的手脚。又以前我们才没有进入的时候，我脚一定有痛啊，膝盖旁边好像有痛，起来也是会痛一点，每次都是这样。然后我就参加了这个哦。每年回去哦，我扫墓哦，我回去我家乡要坐8个小时的巴士，我就很辛苦。我一回去我就很怕我的脚，很辛苦的。今年回去哦，我还好哎，我的脚不会说很辛苦，半夜起来哦，人家苹果都会起来说走，都 OK。我现在很感恩，因为每次回去我都很怕了，坐他的巴士我实在很怕坐巴士是死掉了，这次还 OK。冰城要下，大山脚要死，怕打回去亲。第一次来，第一次脚 OK。啊，今年 OK 了，几次没事。不是时常回来，我回去有3、4年了。啊，以前会没有时常回来，要看他。啊，有时间。这样，谢谢大家。所以有修行哦，感恩的力量哦，然后健康也逐渐好转啊。所以你看，坐8小时的巴士车哦，不是简单哦，因为都没有动嘛，对吗？嗯，所以这一次，因为你一次感恩一次，对对对，啊，所以这个神奇的力量哦，我们真的是要相信啊。来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来，秀娟，上个礼拜没有声音。啊，大家晚上好啊！谢谢有几位新朋友啦，就给他们听听我的体验咯。啊，你现在没有听到？我看到几个新朋友有啦。OK， 啊，现在我可以用喜乐丰收来形容自己。在这个3年哦，我真的把我的问题抛开先，我就不知道在，但是我不是很成功的想。
我在做太阳心法，我就跟太阳公讲，我干什么问题先，我把我的问题抛开一边，我就发言了，说我这几年里面我要帮三个人灵提升哦。当我讲完计划的时候啦，画完这个页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真正的能量就来了，共同奶奶的。到现在每个遇到我的人讲，哎，你是做不累的啊，还要做工，还要每天拍书，到你十二点还没有开店啊？我讲我的甚至从十二点做到点，我到几点都没有开店。哦，我讲我在跟你做做工哎，你看你做一出乎我更加多的生意。啊，如果是这边做生意的朋友，以前我做生意呢是早上九点到八点，甚至做百多两百块。现在我是从十二点做到六点，而且是拉波的。哇！啊，我帮你想嘛哦，我想要有生命啊，超级生命的这个密码，你懂不懂密码啊？如果你要去银行拿前面那个密码，你知道吗？我想有这个密码，所以我不怕，我很笃定，我十二点开店。他讲里面几点没有开店？我讲，我就开始打重复，我在给你们天地做工，因为你们每次讲我傻傻的哦，每次开一书开书，每次头一次做东西要吃，就每天讲，后来讲什么？然后我讲这些讲，不是我们在累积我们的德。对啊，你听进去，我讲你要吗？事业计划，所以我鼓励了很多个人事业计划，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喽。再打一个电话，如果这边有新的朋友。啊，有事情的话，今天出席这个是我的这个分享会，在八百个零世界七号，欢迎你们呐、啊！我相信这一天会是一个很，我们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，不是普通的分享会哦。我想马路姐、马博，还有我邀请冰城的朋友下来，他还没有到过，他讲他是在安排时间。我想周末，人家周末也的人哦，都可以来啦。你们周末叫父亲的人不要来，是你们的损失。啊，所以我就告诉新人，真的们要相信这个超级生命密码。当你说你说接通了哦，那天接通真的是不求之得。我可以分享一点点啦，就是现在我们的起心动念啦，冒出现什么东西哦，什么东西出现了没？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我在搞这个活动那边，有很多借多三年来做的东西这边，那些三个人都可以帮助我，包括我的顾客，我拍下来，顾客的男的哈。来到我店里哦，只会帮忙一杯，就是帮帮雨伞啊，帮帮那湿器啊，遮遮书啊，真的是很可爱的顾客的。他们来我店下给我赚钱呢，还要帮我就是做这些超忙的工哦，闷闷闷的，而且是男性很多啊，我也拍下来再给你们看。所以啊，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在做，上班这边太有心嘛，叫我们上太有心念啦，上上我们会讲啊。当你在做善的东西，真的会见到善人来帮助我们一起做这些善的东西哦。所以你们要相信，在这个老师听话照做了，老师讲的什么东西呢，内功外功一定要去做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我们是跟我们讲到天公看我们啊，我们是走的月亮，而且是出一点运气，真的天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祝福啊！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，谢谢啊。秀姐实在是超棒哦，超棒！秀姐，你报你的名字。对哦，她，因为她之前一直被她的那个问题困扰着，我就跟秀姐讲，你一直想那个问题可以解决吗？不能够解决，所以我们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放下啊。所以秀姐就很听话，放下那个问题，她就拱拱去做了。哦，真的是得到宇宙的祝福，所以你看这个是奇迹，对吗？啊，九点到八点哦，多少收入？然后现在十二点到六点哦，那个收入反而是加倍。所以你要怎么解释？啊，因为他真的是内功外功做到主，而且非常单纯呐、啊，单纯的那颗心，我觉得，没有很多想法，他真的是没有很多想法。之前他的想法是被那个问题困住啊，然后问题放下了就没有想法了。是每天很快乐的啊，做工，然后做天地事啊，所以天地自有安排啊。新朋友还不知道他的故事，所以欢迎去那个四月七号的那个巴黎哥一令的分享会啊，秀娟将会为我们所说啊所有的故事啊，非常非常的精彩。但是这边讲不是我分享，是真的。
舒适的。你分享，就是我们写个什么东西哦，那个东西就是出现在你前面呢。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发生的东西，他是不是那天有就是问我啊，叫我要买一个那个夹子，那个刀片的那个玩意，然后他就讲到我的病毒样，不过我到第二天我在我店外面门口，我去吃了午餐，不过虽然店个新的，就是一个新的在门口，还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那一种。啊。然后就变好了，是吧？啊，然后还有很多次，我每次心里面要好像我家里沙发开的，啊，只是那个沙发的，想一下，然后去了电脑那边有一个点标。然后我在工作的时候，啊，牙刷嘛，我有刷车，有牙刷 ，OK， 就想到啊，没有牙刷，而且来找我家里有牙刷，就是那种理电那种，那理电的那种比较硬，弄比较好。过第二天嘛，去修剪电脑就莫名其妙双手也双手，拿不了拿什么？奇怪，然后这种，还有一些真的是想不到过来，还有几个。OK， 我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哇，真的是实修实练实证哦，太棒了、哦！真的是提供这样好吗？当你要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，而你偶尔的。一个想法上去，那个宇宙的能量场，因为你久久才有一两个想法嘛，对吗？那我们这些哦，一直转想法太多，宇宙都不懂你要什么。你很简单哦，久久才有一个想法哦，能量场就接到，然后就帮你安排哦，因为它合乎天气嘛。哦，最重要是那个频率一样啊，然后宇宙会帮你安排，所以是心想事成。这真的是修行哦，越简单越好。哦，印证的这他们的分享哦，真的是我们要多多的向他们学习。哦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。还有吗？这个也让我想到啊，昨天晚上那个网络啊，国际网络精英会啊，也是那个以强的金龙国以强的分享。因为我还记得以强他也是才进来一年初，之前跟他自己分享吗？因为做生意失败，然后去做工也不是很好，他连要去导师的那个课程，他的经济都有问题。他昨天晚上自己讲出来啊，所以之前我也是有听说过的，所以你看短短的一年处，他整个就大翻盘了，啊，整个大翻盘了，真的，他的那个啊工作啊，然后家里，他真的是。内功外功，而且李强子真的是非常一个很好年轻人来的，很诚恳、很老实的年轻人哦。去年甚至有钱可以和太太一起去日本游玩啊。之前你看哦，才短短一年这样，要去老师的课程，那个钱都拿不出来的，因为他听话啦，真的是听话，啊，实修实练啊，因为他是做sales嘛，所以他每天都派书。啊，有时候一天也配了十多本啊，还是什么啊？真的是哦，非常我们，然后他的心得每天一定是有出现的啊，风雨不改，没有断的。所以另外一个哦，就是印证啦、啊，哦，就是不求自得啦，啊，主产品当然他的灵命智慧也是提升很多，但是副产品哦，就是说这些物质的获得啊，真的是不求自得啊。你越去想越去要，你可能没有得到啊！你没有想没有要啊，你就是做你的工啊，把你的做好啊，然后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想法啊，不好其实动念，所以真的是不求自得啊，真是太棒了啊！那个君龙和秀娟啊，这是我们的榜样，来掌声。是咯是咯。我看我们请我们的杨大哥啦，我看他没。
每天都喝很多过好酒，实在是很感恩他。好啦，其实呢，说真的，如果没有加入超马这个大家庭啊，今天我不会拿时间来跟大家讲话，真的。因为我会讲话吗？真的可以啊！讲讲话，我自己都害羞了。那今天加入这个超马会啊，我也是有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啊，自从我加入这个超马，以前呢，我还没有加入超马之前呢，你叫我唱歌没问题，叫我老麦来讲话，广东话叫无搞我。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神奇。以前我一个朋友，在我还没有加入超马之前，就是问了为了某一点小事情，我们就两个人就没有来往了。甚至这个人令我的印象很不好，我每一次都不想看到这个人。甚至我有时候在街上碰到他，我会跑远闪远一闪，因为我心中已经不认定这个朋友了。这很奇怪，自从我加入这个超马。我每天都在那个阿姨感觉心吧，但是我又把它加在里面，感恩词我又把它加在里面，就很奇怪。那天早上我去咖啡店喝茶，我就碰到他，然后我碰到他没有惊讶，我没有闪，我反正还跑去吃东西，坐到他的桌子前面跟他聊天，我好久不见啊，怎样怎样。那奇怪了，莫名其妙了，那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回去想的时候，回去想才能感觉到，那不是很气他吗？可以用恨来形容吗？反正我跟他讲，我们两个人又讲得很好，很投机，结果我们就这样约会又做了朋友，这是想过什么事情？这是其一，还有其二，就是我前几天回去老巢路。我爸爸妈妈的坟墓啊，在我还没有扫墓之前的一天，我回到家的那天晚上，就我哥哥跟他儿子，我大侄子两个，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吵架，吵大架那一种哦，那个三字经啊，粗话飞来飞去，飞来在我，就在我的面前，哇哇哇，就假上了刀尖尖，然后我心里就想，怎么会这样的呢？本来是很好的嘛，我们几兄弟就难得回来聚在一起聊天聊得很高兴啊，如果突然间 会出现这种场面，他们两个一直在吵，以往啊他们是没有吵过以后，可是我是吵，等到他们差不多我才出面，因为我在里面还可以讲得来气啦，他们多少有点顾忌，我应该的也不知道怎样，我没有去管他们，我心中一直在那爱意感恩四季节，真的很奇怪，十分钟不到，那种吵架场面没有了，停了。你说奇怪吗？神奇吗？就在爱意感恩四季节里面，就这样也可以，也不用做什么东西，所以真的很感恩。今天我们大家能够进入这个超马大家庭，希望大家不要放弃，更不要找借口为自己。我没有功什么什么，不要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就是我们的福气啊！谢谢大家。我感恩杨大哥哦，他要加入进去真的是神奇人员啊！感恩是自己的威力，感恩的力量一个仇人都可以变成为好朋友，莫名其妙的真的是能量一改就化敌为友。以前是看到他都要绕路而行的，现在是还通电话聊天，所以真的是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是，如果不是他亲身讲出来的话，我就讲说，你乱讲啊，你编故事。所以证明所有的事情都是什么能量场在运作。只要我们心念一改，我们肯去做。这些都是要去做的，要去做，要去感恩也是要去做，要去唱也是要去做嘛，对吗？要去转念不是说坐在那边然后它就会发生，不是的，我要我们用心的去
落实去实践去做啊，这样能量场才会开。像我们来开始读书好不好？啊，那边读书，然后明天来分享。好，今天读到第十一章食物开运密码。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讲我们要开运啊，开运啊，对吗？谁不要开运的？哦，没有人不要开运啊，哦。新书是146面，旧书是148面，146或者148。所以大家看他的那个，他的图画很可爱哦，那个图画。Thank you.
然后前面这三段，有谁要分享的吗？有什么经验吗？然后里面所讲的有共鸣啊？尤其是第一段啊，我是讲出了我们现代人的那个状况，对吗？哦，就是时间到了就吃，然后有时候哎呀不饿了就要吃，或者就乱乱吃，真的啊、哦，我以前也是这样哦，就是挥霍自己的青春，挥霍自己的健康，啊，真的啊，年轻嘛哈，之前啊也不会有时间。也没有这些概念啊，然后就纵容自己啊，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然后乱乱吃。其实三餐真的是要什么固定、定时、定量啊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。可是有几个人能够做到？我觉得我父母辈的他们可以做到，真的，就好像以前我们做老师的也是做不到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工作时间哦。休息时间每天都不一样，所以你一个定时都做不到，然后又嘴馋啊，对吗？哦，又很多东西，哦，就好像一直吃那个嘴巴一直在动这样，啊，一直吃啊！所以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，我们是为吃而活还是为我而吃？哦，大家有没有问过自己？当我们身体没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想这个问题，对吗？啊，所以有时候，身体有问题不一定是坏事啊，因为它是一个信号，啊，身体发生问题是一个信号，哦，我们需要注意。啊，像我们要身体健康，我们当然知道，除了作息，啊，作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，对吗？早睡早起。然后运动啊，老生常谈啊，小学生都会啦。哦，大家身体健康哦，要吃有营养的食物哦，要运动。小学生都会答啊，但是有多少个人有做到？所以你看现在哦，医院越建越多，然后那个保险的那个，前前几个月有一个人他来推销我，什么那个医药卡，100万啊，我都要傻掉，因为真的是太久了没有接触这些东西哈。100万，我说我们有需要一年需要100万的吗？啊，很恐怖哦，真的很恐怖嘞。就是其实这个也是不好的嘞，对吗？因为那种想法啊。就已经把你引来不好的东西了，哎，哦，要100万，一年需要100万吗？我想问问大家的意见呐、啊，我就马上讨论啊，大家全部的公司都是这样哦，999,000，我就100万，所以你看啊。住院好像，哎呀，住院嘛没关系，有住院才可以对。
样的能量场，大家有没有深思过？啊，这种不好的想法真的是形成什么样的能量场？我们知道爱出爱管吗？像你就是贪小便宜这种那种，就是说别人的钱啊什么啊，你都不会说为整个全部人着想。而保险不是别人的钱，是大家的钱。因为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恶性的那种循环那种趋势哈，没有德，每个人都没有德，非常的恐怖嘞。你要发展下去的话，所以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局面？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深思哦。去到医院也不要想啊，这个是政府的钱啊，没关系，不是政府的钱，是我们的钱。其实大众的钱我们都要来爱护的、爱惜的，要来帮节省，而不是不拿白不拿，不用白不用，这些观念全部错误，德就在这边漏掉，一点一滴的漏掉。为什么？自私，只想自己，但是没有想到自己也是大钱，自己也是众人。所以每次佛家也在讲啊，我们祝福所有的众生，其实也是祝福自己，因为我们也是众生。这个观念真的是很重要，这种很小啦、很小的观念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嘛。去火锅啊，去哪里啊？哇，不要跟人家借生的啊，不要请别人的老板的火锅啊什么，全部观念错啊。所以就积不到德喽，真的就在这边小小的地方，这边漏那边漏，所以真的把自己顾好啊，就是最大的那个什么，最大的礼物啊。尤其是我们有孩子的哈，对吗？女孩子最大的礼物就是什么？自己健康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家里有那种哈，老人不健康等等等等啊，那种身心灵的煎熬啊，这些东西。所以知道进入超马了，那你有这种知识了，有这种智慧了，所以就是身心灵都要顾到很好咯。然后这个就是其中一个，就是食物咯。啊，你花一点时间。啊，来，我们请学弟分享。大家晚安。我是后知后觉，已经过了三个月，我才想到我有得到健康。就是从我去槟城上课回来之后，我的病好到我自己不知道，那天才跟我讲，我好像好掉了哦。上课的时候我还带药去，敏感的药，因为有时候我会睡到半夜，头皮很痒，就是好像起风了这样，痒到我的肩膀，有时候痒到不能够睡，我才要吃那个敏感的药，它就好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或者十天，等一下又再来，每次都是在半夜12点这样子。就是不知不觉，也不懂是好像去那时候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。过后我就去了，我还带药去槟城嘞。过后回来到现在都没有发生了。然后我就跟我姑讲，好像好掉哦，你没有听到我的皮在痒痒哦。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偏头痛，我偏头痛是我很小的时候，应该好像是中学时代就痛到。现在没有影响过，甚至尤其是带药，我的偏头痛就是我的生理期之前的一个礼拜，我会痛到躺在床上连喝水都会吐的那种。然后也是不自觉的好到现在，我就问我那也是昨天还是问我，你很久没有听到我头痛了哦。就是真的感恩宇宙，感恩天地，感恩太阳真的老师，真的是我好到不知道。也是我这几天，因为也是听到大家都在唱感恩世界节，我这几天我都很勤劳在唱，也
那个修女讲在对树唱，我已经在对那个树在唱，对我家的水翁唱。我唱的那一天，我开很多花了，我在等它结果，所以就唱唱唱唱到我哎醒悟到，哎，我好像有这样的状况哦，哎，这么好的呀，好到我不知道，所以有病的哦，尽快五月去医病啊。对呀、啊，重点听回来，课程一定要去上，重点在这边。嗯，真的真的，有时候真的是不只是病，有时候性格也改到你自己，好像哎，就是说不知不觉自己都觉得这哎，他不一样了的哈、哦。嗯，那心情啊、想法啊、身体上啊、心理上的啊、灵性上的啊，全部都有提升。所以重点就是那个。课程啊，五月二十六、二十七的啊，谁还没有报名？那么在四月七号报名，还是有优惠啊，就是分享会这一天，好，可以跟我报名。有人要报名的，小根根那个马姐说，哪里不报名？还有吗？还有要分享的吗？啊，光临自身的，或者是这个这三段的。内容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很小心哦，就是要去思考，要吃对的食物啊，定时定量，然后也不要乱吃辣啊，就是尽量吃一些比较好的食物。我们不要吃食品啊，不要吃食品，要吃天然的食物啊，食品是那些全部是加工的，那个 supermarket 买的一包一包的。全部做好了的啊，那些啊，我们不要啊，我们去吃巴沙啊。我们如果讲巴沙，可能外国朋友就不会对啊。我们讲菜市场啊，菜市场啊，就是巴沙啊，巴沙是马来话嘛。好、啊，我们就干巴沙、湿巴沙，我们去湿巴沙买的啊。不管是鱼啊、肉啊、菜啊，我们都是买天然的食物。非常重要哦，因为如果食物摄取不当，水分又没有，就可能患上便秘。但是一个小小的身体不适，真的咯，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作息啊，或者是工作方面的表现。大家有没有试过？比如说你要驾车，然后你就吃一顿很油腻的，然后煎炸的食物，然后过后你去驾车。或者过后你就去用脑力做工，啊，有影响吗？有影响哦，对吗？啊，你会怎么样？迟钝。迟钝啊，然后会打嗝。对。啊，你看你要消化那些食物嘛，要需要更多的能量，所以你能量全部去哪里？去肠胃那边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的氧气供应去你的大脑就少掉。啊，血液可以进到大脑那边就少掉，所以就打瞌睡咯。哦，那个头脑也不能够运作，所以真的食物真的是非常重要。而有的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就一直吃一直吃，不吃不可以。其实哦，如果有小孩子的话啦，这个是以前我孩子的经验，然后后来我听说那个他们很多高材生啊那些，他们也是这样的，他们要去考试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吃的。啊，要去上考场，不吃不吃，就是早上也不吃咯，考完再吃。哎，真的真的，头脑真的是会很灵敏，是。不会啊，真的。以前我是教我的学生，不吃嘛，吃一两餐会死的啦，对吗？反而更精神，头脑更敏捷。啊，吃了宝宝要睡觉的，你的头脑不会动的。所以我孩子到现在还要去考试，他们都是没有吃的。没关系的吗？对吧？会死吗？不会，你习惯了就不会的，真的啊。真的，因为那个能量它没有用去那个血液嘛，对吗？哈，你如果吃到宝宝，然后你会昏睡，就是因为血液输送，对吗？然后你要消化食物，需要更多的能量啊，所以要更多的血液去那个肠胃那边。然后你现在没有吃，是不是？然后不用消化，所以有更多的血液可以吃你的腐烂啊。这个是很科学化的，很科学化的啊。所以有时候久久一次的断食啊，会使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。
当你需要用到脑力的时候，你是不要去求的。餐厅吃火锅，他都不起来了。所以当你饿的时候吃的已经是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因为你要排到那个药头啊，就是一直生病的那一种人，体弱多病。昨天我讲不出那一句话，植物不足，可以这样子讲，真的，一直生病的，365天，我看最多52个，每天的礼拜天就是休息的时间，其他的时间就是病恹恹的，那就是透过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。真的那个能量场不一样，至于那种健康方面啊，真的是可以靠我们的天地那种太阳的能量吸收那种 正能量，吸收它的精华。那前天我就叫那个无路的来再跟我重新无路过，他就讲你的身体跟一个多月前不一样啊，因为那时候我有叫他来无路好几次，我化妆过真的不是很理想的那一种。那前几天又来跟我无论，他说你做梦要无论，你都没有事情了。我说我无论是要享受。他说你的身体真的不一样的，他触碰感知到。他说他之前很多的那种一块一块的一粒一粒的啊，现在没有了，就如老师说的哦，就是那种阻塞的全部已经通掉了。真的，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导师所讲的那种外功真的要做，在于就是内功哦，那个心包真的体悟很深，尤其是最近爱跟感恩还有太阳能量心法这两个的心法，这个过程中完全真的跟之前不一样。我可以这一个礼拜哦，半夜两三点不会睡觉，很精神，让你隔天的时候工作还很精神。我不知道我的精力从哪里来，可以讲的就是我们天地给的那种精力。因为过去我不可以熬夜的，头之前哦，不是功课多就熬夜，我就一直生病哈、哦。那后来度过了那种黑暗期，会不一样的，真的。这一段时间感受到能量场很不一样。那就是过去之前哦，就是老师所讲的哦，你一直生病哦，工作真的影响，家庭也有影响，直播前还要看人家的脸色。那工作方面呢，就是老板娘的误解不了解，真的体悟很深。那现在老板娘讲哇，你是第一个金庸了，打电话不响了，真的判若两人。所以真的很感恩一鸣老师带我进入这个超马，无限的感恩，心中千言万语啊，真的想我不敢回想这一切的一切，因为你一回想你就会想要哭。过去的那种种种啊，浑浑噩噩的那种生活，跟现在对比，真的是胜差很多。但我很享受，很享受现在的生活，都是那么的喜悦。你已经逃脱那一种黑暗的时期的那种感觉了，所以我不想要回去，不想要回去那种世界。这样子的世界是天堂的世界，很棒，很美好。就是一个信念而已，听话照做，心门打开。过去我真的不懂得什么叫做心门打开，我原来是要这样子，我原来我们应该要这样子这样做。弟子规真的让我开悟了很多，真的很感恩我们太阳圣德导师的英明，他的精髓真的我很感恩，有导师有大家的分享，才有现在的丽萍乐观的毅力。但现在呢，已经在慢慢的开始学习如何主动的去关怀人家。以前我没有爱，我不懂爱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关怀人家，都是讨爱。但是现在我感觉到那个爱满满的，所以我在学习去关怀人家。嗯，那我
就昨天的一个美丽的误会，那今天就有不一样的生活了。我的宝贝，那他们就是这样早睡。那我的道宝贝，我现在在这里哦，也衷心祝福他，因为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，他现在每一个拜一需要补习到八点到十点。我的孩子呢，只有一个礼拜嘛，补习最迟到八点半，那八点半就睡觉了的。所以你看，你看时间到了，他们就睡了。所以那个在另外一个地方补习的话，我心里面还是一直祝福着他，送出祝福。过去我不懂学会送出祝福，现在我学会。其实他不是很，他还哭。他说：“姐，十点呢，回到来十点半了呢。”他不想哎，可是就是因为一个误会，他的爸爸听错信息，以为之前他补的那个地方要改在星期三，那就没有校巴，就没有巴士可以载。那就一直这样子一个美丽的误会，今天开始大家都不一样的生活，虽然我都很享受，虽然不是真的睡觉，但是就是这样子哦，平常心，那也祝福他可以好好的用心，慢慢的体会，以后大人一定要迟睡啊，八点多睡真的是太早了，真感恩这样子的一个误会，好，这是我的分享。好，感恩丽英哦，因为实修实练嘛，所以光的祝福啊，因为我们不能够用黑暗来赶走黑暗啊，就用光来照亮黑暗啊，有对比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黑暗也是要感恩哦，因为你如果没有经历黑暗，你来知道光的可贵，是吗？啊，人生如果没有跌倒过啊，那也知道哇，能跑能跳是多么的美好。所以其实所有的经历都不是白走的啦，啊，每一种经历，不管是好是坏，都是一个宇宙的祝福啊。最重要，你能不能够从那个经历中学习到啊？这个是重点啊。不管是好是坏，我们都接受啊。这就是所谓的臣服啊，我们接受，好，啊，接受。然后从中学习啊，然后祝福孩子，因为踏入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作息可能要更改一下，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改变咯啊，他一定可以的。然后祝福他，来，还有谁要分享的吗？啊，我们的俊福先生啊。啊，俊福先生，你的名字真的很好嘞，对吗？嗯，有英俊有福气，所以你要人如其名啊，你要活出你的啊，你要活出你名字的精彩啊。我俊福也是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也是之前啊，那个二月之前他就报名了导师啊。对，十二月就报名了的啊，他知道导师的课是非常的可贵啊，去过一次的人都知道，他的脸也是越来越英俊哦，啊，英俊潇洒，啊，非常的棒。还有那边的，我要看看，啊。我这个时候，就会胀气嘛。
讲完，我就快点交欧对了。好，还有，我还有东西还没有欧的。啊，我会这样的情况，有时因为做工程累积久了，大家哎，怎么这个服务生的态度这样子的？啊，就是读到非常有感触啦。然后要不然呢，我们就跟我老板娘讲，我出去一下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你有抽烟没？有没有啊？然后跑去外面，我去放气，我这样子啦。啊，然后不过现在有比较 OK 了啦。如果是没有抽烟嘛，那就是第十次哦，都 OK 的。嗯，所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所以定时真的是一个很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嗯，因为他肠胃蠕动啊，是不是你给他一个时间，然后他到时间了，哇，对，都没有给他 exercise 的机会，哦，所以你跟他变来变去，他也无所适从。立峰，啊，立峰很久没有分享了嘞，来，我们请立峰来。啊，今天去哪里放？啊，好，让大家就是啊，展览到你的那个什么喜悦啊，让我们一起共振你的喜悦，可以吗，立凤？他讲，刚才他坐在这边，你还没问他之前，他跟我讲说，他来到这个地方哦，他感觉到能量场很不错，他觉得他自己本身能量场。然后啊，新朋友，好，欢迎你们刚，因为刚才在读书，好，我们还没有时间来欢迎他们，我们来啊，给他一个掌声。欢迎他们啦，哈！到现在是我们是八点开始，我们也会有唱歌，因为也是能量，然后有唱那个打上去，就是这个。好，然后后面还有新朋友是吗？
第一次来这里，我叫苏珍，是那个陈迪安哥跟那个马明天。Thank you.
就值得了。是是是，周围的心天地自有安排。我没有去想他什么什么哦，可能旁边的人就会跟我们讲，不哦，有没有啊？你又没有其他的，又没有什么，他就是这样明明不要管你这样哦。啊，所以我们只要真心去做，哦，很真心哦，实心实意的。哦，很真心的去啊、做每一件事，对自己的意见哦，我们对得起自己去做，就是很多事情不求自得呢。好像我想一下，我的朋友，哎，我的同事很久啊，我想到他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我就想听那种哦，那种小路线给他哦。实际上我们想一下嘛，好像很多种飞机啊，这个巴士啊，哎，这我全部做，如果只是那些小两个。还要拜啊！我一想哦，就安排到我去做，很奇怪，我不会解释啊，这种社交。好、哦，这样讲明白明白，能明白了。我们有心的人就是会有的啦。啊，这是我分享到这边了，是这样。哇，好棒哦！然后小小小的地方心想事成啦、啊，想到朋友，朋友就打电话来。我想到说没有做过 Firefly 就让安排你 Firefly 给你做，所以要想好的对吗？啊，讯息场哦，宇宙的讯息场哦，你想坏的哦，他也收到哦，所以也不心想事成哦。这就是为什么要顾好我们的心，就是这样哦，顾好我们的心，即心动念哦，因为春华老师的慈悲对吗？啊，怜悯他是一个经济上可能有困难的，也没有剔除他的猪啊等等，但是哇，不一样哦，宇宙的安排哦，可能以前可能经济已经好转了，不过人就是有一种我们在讲说排压，对吗？有一种哎呀没追就不用还哦，对吗？通常那我是讲一般的人呐、啊，但是现在天地自有安排啊，自己哇。所以说良心发现这样啊，自己来把所欠的租金全部还完，这个真的是不求自得咯，因为总和老师也没有自己想嘛，对吗？啊，已经是放下了的，就说当作啊，当作本地。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咯，就好像刚才先分享的这样，我们有事情但是我们不愿意自己想嘛，对吗？真的想了又不会说越想越好哦，如果越想越好的话，就尽量去想哦，因为那个事情都不好的嘛。然后你越去想它，它的能量就越怎么样，越大。老师，你看这样说，老师这边给我，我下次说。对，因为我也不是这样讲的，没有。很奇怪，你真不知道哦。现在都也说了，就是日常的问题，就是能像老师这边给，好吗？老师这边给我，我微笑，就给你知道了。看到整个过程啊，就是想短短啊，就是我的我已经租了这个店，那你那要跟这个屋主租 ，OK， 他就叫我把这个币，我跟他讲我没有经济能力，除非你装修这边给我，经过种种的问题，要他答应两个人，装修这边给我，我的人就会消失，因为我不去想住我的问题。人家嫁给你的我是上天所赐是吧？那装修美美给你的事情你都不会笑，那你觉得我有重要分享吗？那是我真的没有，没有，我怎么没有？对，我好像已经跑开了哦。就是差点话一装主不进来哦，真的就是就等到那个太空门住，我到真的太空给我的东西，我还碰到一些钉给我嘞。我还不懂哦，而且我的合约到了哎，如果是那年底那九月来的话，那我是要搬出去，那个钢笔也没有借的。就那天来了，雇主为了我要租给那天3000块啊，两千，他租给我3500，哇，给我3500哎，就给他变2000-3000呢。那么那么普通人在讲的话没有笑我傻，你为什么你没有跟他讨17-20000呢？我讲没有，我就跟他讲，我没有装修店，哦，我也是单亲嘛，我没有去装修嘛，我是有经济问题。那屋主真的把装修给我，而且是很完美那种，哦，每样东西我做得很好，啊，我很健康啦。如果普通人家有你三位，他会有租给那边3000块钱一个装修店，那是普通人的嘛。我们那里我怎么我们拿到很大的礼物呀？在那边，而且那边才叫我们可以，而且我也做到我的事情。一直上升，刚才我跟我们讲的出现的很久。你现在我们要卖一样东西，然后35块都卖不出来。现在一样东西
三十五遍请假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不是买一样哦，刚买拖把两百，买拖买三十五，还要买什么五千叉，我不知道啊。就是真的是太贵了。啊，那么还有这个有新的朋友来讲，我要给他先给点他，你们说有做一个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我们这边这本书哦，有一个啊第十一章啊，第几章我看一下，因为我的脑子也是有时候一点就忘记了。我要给你们讲那个什么呼吸法，你来听一下。OK， 这个很重要哦，我才用神解放了哦，我就见到我真是不一样。三哦，以前我是有他气功的，我一天到晚辛苦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真的是女生，对不对？我也为什么是女生？OK， 我就用这个呼吸，我要到清明之前哦，我做这个太阳呼吸法。啊，给阳光呼吸法，我上个月去看哦，我超级是明白的阳光呼吸法。那个呼吸它真的是在我们的腹腔里面，把好的让太阳有能量吸到我的身体进去。如果是妈妈，你这样搓吗？上面吸到身体里面进去，然后观想把身体里面细胞的不好东西慢慢的吐出来。我真的是照做哦，我的成就感最好了嘞！啊，希望你们在有做运动的时候啦，可以配上这个阳光呼吸法，效果真的不错。我先做不到一个礼拜，那么我跟你讲，就不要用 S， 不要去用 S 贴肚脐来贴肚脐，所以爱美的人哦，真的要配上这个阳光呼吸法，我们老师太慈悲了嘞。嗯，要讲以前哦，别说我们也就是爱美的啦，我记得我脸很深的。真的，最近网友可能被讨厌，网友要讲妈妈要买吗？这个两百五就不差啦，不要变老。网友很疼我，叫我不要变老。我讲，我是有一个东西很好嘞，不用钱的阳光呼吸。说真的，我在放给你卖货哦，大家有兴趣今天去了解啊，阳光呼吸嘛，再配上这一面片去了解。对，我。176，新的是174。所以后面今天来，一定要先补三片。如果你就了解我，可以放过，就不要用一个几百片出你的脸，真的是放光放亮哦。啊，希望你们想做运动的人，真的可以我做，我就是用我这个阳光呼吸法啊。我做那个气功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慢慢会冷汗的，我从来打气功啊，从来没有过冷汗的。知道你们人不见得流出来的时候，你的想法流了，我的心就出来了。真的，我的心就好了，因为我把头发，我观想，我把我的身体的脂肪啊、自气哦，那杂物和自己慢慢的吐到最底最底，真的我的心就没了。所以我跟你们讲，这个阳光呼吸法真的很重要。然后我们真的爱你们，爱健康嘛，尽量先用老师给我们的法宝。不用钱的哦，不用花这么多钱哦，我给大家处理了。谢谢老师。不过新来的朋友要注意了，因为太敏感了，要做得很深入，然后这个其他的心法才可以做啊。没有，他那是没有声音，他还是留言呢。我也不是留言哦。观想一些东西，观想一个叫什么东西吧。然后老师就没有这个案例，其实我也是一个同学啊，啊，我们讲观想。